不是啊，最近家里操作无功嘞，我已经打了第三只哎。等一下，你先几号？28。完了，死定了！完了，过血！怎么了？你怎么会打蜈蚣啊？哎，拍谁啊？蜈蚣！那你刚刚抓到了嘞？应该死了，我不知道、啊。死了！哇！怎么了、啊，赵波？你有没有听过蜈蚣大仙啊？就是一个蜈蚣庙啊！我之前早上去签运财，然后就中了嘛，就要还愿啊！我忘记还了啦！哦，昨天就该还愿的，就去还愿就好了。那个蜈蚣大仙很凶的啦，不还愿你会死定了。不然我陪你去嘛，走嘛。蜈蚣拍谁啊？不是故意的，拍谁？对啊，我们找错地方了。不觉得很可怕吗？等一下，你一定要保持礼貌，你不要对蜈蚣大仙不礼貌。你还敢来啊？蜈蚣大仙，对不起啊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没有还愿。我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？原不原谅你，不是看我，是看蜈蚣大仙。你看看你的手，左手。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什么蜈蚣呢？这一个是蜈蚣咒，等这个咒印爬到心脏的位置的时候，你就会被蜈蚣毒攻心而死。不是吧，蜈蚣大仙，我只是跟蜈蚣大仙求一个运彩的名牌而已。你今天能中这个大奖，这个钱不是你的，是蜈蚣大仙借给你。今天没能如期还愿，蜈蚣大仙很不高兴。我什么都愿意做了，可不可以拜托你跟蜈蚣大仙沟通一下、啊？我什么都愿意做了，拜托了，蜈蚣大仙。刚刚蜈蚣大仙都跟我说了，他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他这次就帮帮你。你从现在开始，每天晚上要打坐，蜈蚣坐。这三本蜈蚣经是蜈蚣大仙叫你抄的，然后。你从现在开始，每天要照三餐喝蜈蚣酒。什么蜈蚣酒？你看看上面。我只要把这三件事情做好，蜈蚣大仙就会原谅我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让蜈蚣大仙很不高兴了。你做这三件事，只能再延长你7年的寿命。这一个。就是蜈蚣大仙给你最后的恩赐啊！那如果我没做到怎么办？照这个蜈蚣咒的速度，你可能还剩一个礼拜。都3小时了 ，OK 了吧？我昨天不小心偷懒，我少做了，然后多爬一只蜈蚣出来啊！你看。我今天要早做回来啊！那你多做一下啊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再1个小时，再撑一下。哎，周阿伯，他不是说7年之后你还是以毒攻心吗？我现在不抄，我连一个礼拜都撑不过。我昨天去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庙公啦，他很厉害，脾气很好，听说法力很强哦。我们去找他啦。不然你这样，你要折磨自己7年哦，这样也不是吧？再试试看嘛。好了，我们再试试看。那庙公听说很强啊，我带你去找他啦。武功大仙，家伙他其实人很好了，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让他多活几年嘛，对不对？武功大仙，家伙你今天怎么办啊？你修行的怎么样啊？你说的那个消息呢？我一个都没错。告诉你，我今天要好好的谢谢蜈蚣大仙啊！我这辈子活的就是浑浑噩噩的，不知道我要什么。但是蜈蚣大仙告诉我寿命将至，我反而更珍惜当下。我每天都活得很快乐。这一个礼拜，我做尽了任何我想做的事情。我从来没有这么享受过，我从来没有这么逍遥自在过。谢谢你啊，蜈蚣大仙！难道不知道你今天有的好运、财富，都是蜈蚣大仙借你的吗？我是凭我的本事跟你借到钱，借钱要还，谁敢借啊？小蜈蚣，